东西掉下来哦。好像有一个东西掉，好像在里面。是轮子吗？盖子。好像我已经盯住了。盖子还是轮子？轮盖啦。轮盖吧。应该是。轮子三颗好好的啊。华哥，先跟你讲在哪里啊？好，帮他看着啊，看在哪里啊？我走过去前面那一根草，一根树对过去的木草。哎，很好飞啊！哦，白色哟。这块要降落要喊啦、啊。哇靠，降落是超爽的啦。轮盖而已，轮盖而已。就是轮子旁边那一片。哎，对。怎么会掉？咦，反应也不错呢，蛮灵活的，还可以。好了，降落哦。老神针。